娱乐收风嘅朋友，你哋好吓，我系蓝海婷 Evanna。今日我感受如何？我要话俾你知，我琴晚系三点钟都做紧呢一个运动嘅嘢啦，资料啦。咁跟住今朝六点钟就起啦，真系。其实成日咧，我系好攰嘅，我感受就系超级攰，但系好开心咯，因为我哋邀请到好多外国嘅队伍过嚟啦，咁同我哋本地香港嘅一起比賽啦，咁佢哋都一量多咁樣，我都覺得好開心嘅。點解同丈夫創辦呢個會啊？因為咧，我先生咧，佢本身係一個國家代表隊嚟嘅，佢係前伊朗，而家係荷蘭隊嘅摔跤代表隊。咁咧，佢就嫁咗俾我啦，嚟到香港咧，咁點知咧，我哋同香港運動界溝通過啦，原來香港咧冇正統嘅摔跤，亦都冇人識摔跤，咁所以咧我哋就創辦咗呢一個摔跤啦喺香港，咁我哋想帶正宗嘅正統摔跤奧運呢個項目咧俾香港嘅運動員，因為香港運動員好多運動都有做得好好喎，攞到好多牌，咁唯一咧摔跤就好似佢哋冇乜接觸過，咁啊呢個使命咧就由我同我老公開始去做啦。HK, China Wrestling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, Mr. Masao Miazi, Hong Kong China Wrestling Chairman. For Russia, Red, Nihri, Iran, Blue.Show us how to do it. No, 2 seconds. Yeah! I've never wrestled in my life. Congratulations. Под себя и под... О, пойдет, пойдет. Прыгай, мостом, мостом. Мостом, да. Еще разок.И еще раз. Не считают, не считают.請各位嘉賓受眾，好啦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11月25日嘅第二屆國際摔跤比賽2023嚇，咁啊俾啲掌聲你哋自己先好唔好啊？頭先係好精彩係咪 ？Good afternoon, ladies and gentlemen. Welcome to today's.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today for the second Hong Kong China International.Wrestling competition. You may take this. 本会宗旨喺祝福香港国际都市推广一项奥运项目最历史悠久嘅运动——摔跤，促进体育运动嘅卓越性，鼓励不同社区嘅参与，以促进公民嘅团结、健康同坚毅嘅精神。在體育協會、運動員和廣大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，香港一直致力提升體育運動在國際舞台上攞到的地位，這些努力不僅提升香港國際聲譽，亦都為香港帶來榮耀，使香港居民感到自豪，並鼓勵下一代將體育作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本會目標希望全面推廣，將來為香港世界舞台爭取好成績，為黨爭光。GTE
受到疫情影響，但喺馬素尼亞斯主席帶領下同埋各方嘅支持下，本會嘅會務得以穩步發展。期間不但舉辦咗本地摔跤比賽、國際沙灘摔跤錦標賽、國際摔跤比賽等多項賽事，參賽人數踴躍。本會運動員亦不負眾望，分別在今年新加坡國際摔跤公開比賽奪得兩金三銀五銅佳績，以及最近在希臘國際摔跤公開賽中再奪得一面銅牌，為往爭光。Left eye, right eye, 醒獅點睛，步步高升。其實都是啦，不屈不撓的精神，真的很有體育精神，就算唱歌也好，做運動也好，體育精神真的很重要。咁同自己講，就算輸了咪再嚟過咯，喺邊度跌低喺邊度起翻身咯。咁其實係啦，同做唱歌同做運動其實都是一樣。有乜啟發呢？咁其實真的要你自己不好。因為失敗而不去繼續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，這個是共通點。我覺得你看到我很忙啊，我有沒有欣賞過比賽？其實我很想很想看，因為我也挺喜歡看摔跤比賽，但是今天真的超級忙，讓你們看到呢，真的超級忙，我真的沒有時間看每一場比賽。就算我隻眼望著他們，其實我是望著哪一個贏，我要抹低跟著下一場誰個晉級，咁其實真係冇時間睇，咁我會睇翻啲錄影啊 ，playback 嘅，係啦。其實我女子組其實55kg 女子組摔跤咧，我好期待睇嘅，咁都不負眾望啦。咁我 keep 中嘅冠軍咧，今日都係冠軍啊，係啦。咁啊都係我哋今日嘅2023年嘅最佳摔跤運動員啦，係啦。之後我的動向咧係咩咧？咁大家都知啦，我哋呢排咧就鋪天蓋地咁咧就宣傳緊我哋嘅新歌舞台。咁點解我哋有呢隻歌呢？就因為我哋準備1月8日咧，我哋有個潘偉完成好聲音嘅演唱會啊，就喺呢個柴灣埃綜藝館舉行嘅。咁大家快啲嚟買飛啦！咁我哋會唱好多咧大家耳熟能詳嘅歌嘅。咁嚟緊12月15日搞生日 party 啦，雖然我唔係15日生日啦，我1月生日，咁但係就揀咗嗰日開 party 啦。咁希望你哋都可以嚟噶，可以揾我啦，或者揾娛樂收風就收下風，睇下我喺邊度搞，入場費幾錢，一齊嚟 jam 歌都可以噶。OK，